豪华一点，中国国民党不太代表他们这种党团派这咱中华出身的王金珠委员来跟大家见面，啊，来听咱的意见。我甲我向因表达的意见，简单哈，重点，甲大家表示。第一点哈，就是讲按照即卖的公投法啦，大家知影即卖公投法是鸟笼公投法啦，吼，啊，足侪限制，啊，但是即使这是鸟笼公投法，是大今日以来，这是予我非常感动。咱爱想多啦，我真了阁想无啦，哈，啊，大家谈遮济，斗想斗参详，啊会。会使小小小小啊，讲话无要紧啦，唔免大声伫遮辩论，啊，大家参详，看要安怎来做，会当较轻松来推翻这个流亡政府，这大家会使参详。因为这个国家要完成独立建国，是咱所有公民的责任啦，对不对？对。唔是我阿贵啊一个人的责任，我嘛担袂起啦，但是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为台湾来牺牲来付出，我希望咱台湾这较老辈，若有这个觉悟，咱若有这个觉悟，咱若做会到。若准讲要做中国的路呢，啊，我认为吼，不如死啦，对无？我这世人做中国的路呢，已经做到今仔日啦，62冬啊啦，有够啊啦，有够啊！英语讲哦。Enough is enough， 有够啊啦！别个进来一下啦，这边要甲推翻哦，无法度对咱的子孙交代啦。所以咱这代应该甲这个抗争爱完成，但是抗争爱有步数，就是抗争就着要走啦。咱这边若抗争，咱就爱甲完成。咱不是单单要推翻流亡政府尔，咱就爱完成甲建立咱主权独立民主的国家，对不对？对。咱2004年有两遍，咱拢嘛推翻过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对不对？对。但是迄阵咱无战略上的思考，咱单单甲推翻尔，中国国民党甲赶落来尔，也无去。建立咱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啦，对不对？对。所以这边若有机会，不管是经过选举也好，不管是用咱人民的行动也好，咱若甲推翻，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阶段，终身爱清算，对不对？对。所有不公不义的制度拢爱清算，对不对？对。司法制度在司法官官。拢爱来个清算，对不对？违背台湾利益的，拢爱做一个处理，重新用一个新的制度来开始，咱的国家才有希望，咱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才有希望啦，对不对？所以选举，咱来支持本土的政党，但是咱爱让本土的政党了解，但啊，选举无法度解决咱的问题。当然，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拢敢讲，若无赢，啥物拢无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要赢，毋是单单选举一步赢啦，对无？对。选举是所有要赢的步数内底一步，咱无反对。但是要赢，还佫有其他的步数。啊，选举要赢，就爱听到人民的声音，就爱帮助台湾人民完成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才是赢的意义啦，对不对？对。咱给伊赢，不是要给伊做市长尔，嘛不是要给伊做总统尔。咱若给伊赢，伊就要替咱把这个流氓政府的体制，把推翻啦，对不？对。无推翻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体制，选举赢是无啥物意义啦，对不对？对。咱大家爱有这种认识，但是咱唔免逼伊即马表态，咱即马点点啊做。甲支持，等伊若赢了，伊做市长，咱包市长，市政府；伊若做总统，咱包伊
总统府。咱迄阵啊，包伊若阁敢派警察来，咱就冲啊啦，对不对？对。所以，咱大家爱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咱大家爱有一寡部署，该忍耐爱忍耐，该予政治人物占便宜的，咱也予伊占便宜。出面为上敢交代，你若忍耐袂调束缚，啊，你就毋通来行这条路啦，对不对？独立建国的路是一条束缚的路。咱就要忍耐，为了台湾，咱牺牲就敢要牺牲啊！小国咱哪会忍耐袂住，对不对？对。所以咱大家要坚持，用咱的意志，甲用咱的勇气，来为台湾一步一步团结咱的同胞，凝聚咱本土社团的力量，完成咱的目标。多谢大家。感谢大家。